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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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。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购物狂。八年前离开槟城，我已经变卖了所有东西。这次回来，我们可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只好一次性把它们给买回来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大初选行程。看看这两个星期我买了哪些好物。最近我一直在家楼下买咖啡，好不习惯。咖啡机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缺少的家庭用具。网上找一找，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喜欢的现货咖啡机呢？ OK， 就这里。出发 Gurney Paragon。先吃早餐。看一看是哪款呢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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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问一问服务员，就是这个啦。回到家，哎，有包裹到了，这是什么呢？ Yes， 我们的可爱头盔终于到了，只剩下我们的摩托还没出来，很期待。隔天早上，等不及开箱试一试新咖啡机的咖啡了。坦白说，我不是咖啡专家，但是我用过好几款家庭式咖啡机牌子。以一个普通人来说，这牌子算亲民和实用了。又是吃早餐的时候了。这家云吞面是我和我妈妈的最爱，我小学就在这里附近，小时候很多个早上我都在这里吃云吞面。我的天啊，就是这个味道，我很想念。爸爸说要带我们去他常去的庙里拜拜，走吧。这就是和澳洲完全不一样的风情，从小看到大，觉得司空见惯。待在澳洲八年回来，觉得这甘崩风景无比美丽。回到家，两个包裹又到了，拆拆拆。头壳酥，你的车到了。哪一辆啊？我的吗 ？Oh no， 我妈妈的车先到。Whatever。这 salesman 很有趣，特地告诉我们 ，ribbon 都绑好了，等你来拿。这是我们送妈妈的小红车，看她这开心的样子。
Oops， 又有电话来啦。路的摩托搞了，我们的摩托车出来了，耶 ！Let's go！ 啊，终于等到啦！我不管，马上就要试骑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骑，我要试坐。就去附近吃宵夜。好开心的一天！今天我们的车到了。今天我们的车终于到了。Peter 非常满意，非常喜欢这新车。Salesman 用了很长时间来介绍这辆车的功能。这辆车有点大，我开起来应该有点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买，电脑。我真的不想再等了，去买现货吧。这星期真的大出血了，基本上我们的基本的日常需要都买齐了。下个影片开箱 iMac， 下个影片见哦，记得订阅我哦，拜拜。